宋仲基、宋慧乔将于31日下午4点在星罗酒店迎宾馆举行婚礼，正式成为宋宋夫妇。只有家人、亲戚、少数几位嘉宾参加，以非公开形式进行。星罗酒店的迎宾馆是众多明星夫妇诞生的地方。迎宾馆的新娘休息室是象牙色、浅粉色背景，散发着淡淡的优雅气质。新娘坐的沙发旁边和后面有各种各样的鲜花，将会最大限度地增加华丽感。除了婚礼场地充满了桔梗花表达两人爱的誓约之外，新娘休息室看起来也超浪漫。